所以他今天说到了，对，一开始聊天我们的计划就马上有收到一些 feature request， 所以有在 FIP 写下来，然后后来有跟 CDS 聊天，然后开始做利用刚的 HiFi 的一些 metadata 做一些 graph， 就先介绍一下，我说了两个小的实验，一个是看 HiFi 的 RSS。最近这才是什么，所以这么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有一个新的 graph， 然后里面有，因为那个 RSS 本身就是个最近才写的一个 HiFi， 然后这个是个 HiFi 有就是有个人在写，然后那个 graph 是正讲的。大家比较忙的这个像系列，所以一样可以，可以试试看其他的类的，什么用的比较乱，有的比较清楚。哦，另外一个是利用之前已经做的全部的 dump， 所以目前在那个 dump 有2800多个 iPad。然后那个 interlink 就是一个 gov 的 file 到一个另外一个 gov 的 file 有1000多，然后我随便寻找一个那个 philosophy 的 gov 就会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应用就是请大家来上那个机制，然后自己玩，然后大概是这样，然后那个 source code 我说中间放在这里，你可以看，真的是每个 graph 不需要100个 line of code， 对，是这样。好，再来是子龙，子龙还是我。